今天玩这个 MERGICL MEGACO 不知道怎么念啊，反正就是这个手游。它虽然是英文名称，但是它有中文版的语言，在设定这边可以调。哦，然后一进来是简中，你们可以把它调成繁中，我去设定那边调。然后我发现周西他非常的可爱，他玩法就是呢，我们之前其实有玩过类似的手游，就是你要把它合成。然后他们的格子要一样，哦，非常耐玩哦。然后你合成之后，它可以解开。然后它也有角色，对，非常有意思的手游啊。哇，然后这边你可以解一些资源。你看，你也可以去收集。我觉得这一款也是会有蛮有意思的游戏啊。然后这还可以自由移动，然后这边有它的探索值。那前期的攻略就是，这个可以把它采集，那采集了它就你看，我们就有音符了，一样可以把它们合起来。然后你也可以抓角色，那我们可以自己把它踩起来，它就会被你分解。哦，你看，我们就有资源了，那又有收集。那你看，你收集之后，你又一直开，这个也可以抓。我觉得你可以一直合。哦，非常不得了的游戏啊！这游戏到底是谁做的？也是做的非常的猛。这也是。啊，这个就是死掉了。采集能获得樱花种子。啊，但是已经挂了啊。啊，你看，我们就有音符。那音符呢？你就可以怎么样呢？合成。那你这个也可以把它卖掉。我们的音符就可以一直这样合上去，那合上去你就一直去开。哎，平常没事做就是一直采集。要不要先讲它的升级攻略？哦，一样有音符了。那音符就可以把它们解开。也没得踩嘞。看哪个可以踩，赶快把它踩一踩。那你采集就可以解开其他的领地。我像这边，你看。你看，我这样就整光攻略了。哦，你看，你可以再合成。哦，那你看，我们就打一只角色，角色可以再跟角色合吗？不行。反正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啊。哦，你看，然后又一直解下去，它第五就这么大。哦，呵呵，这类解游戏非常耐玩呢。哇塞！我被尖叫啊！哈哈，够变的呀！这是我们可以解开的吗？天哪！以此类推呀、啊！那我们现在有两只小色，可以两只小色去踩吗？可以耶 ！Oh my god， 受感！所以你们就可以用两只小色去踩，可以得到更多的音符。有音符之后，你就可以一直合上去。哦，所以它攻略玩法攻略就这样子，你就是这样融下去。
然后两只一定弄的，那都要让他们采集中，有没有？哇塞，搞不赢的啦！这边一样，有没有？我们就有更好的音符，然后音符也可以使用，好，这样就升级了。哦，你这样当然有是，你的新的 system 有没有？那新的 system 你就可以直接买比较好的东西去把它弄上去，像是你看，太不得了了啦！这款游戏的制作者真的是做得很猛欸，我觉得一定让他们去猜。你看，我们就合成新的人类了。好，所以那玩法跟攻略就这样子哦。你就一直这样弄下去，就可以升等。它其实没有 level， 但是它有金币，然后不然就是金币的取得攻略好了，好吧？那你就是这样一直这样去赚金币。我讲的够详细了吧？然后卖掉也可以得到金币，因为它没有 level， 它 level 是人物啦，基本上。啊，人物可以卖吗？人物可以卖吗？其实我不知道人物可不可以合欸。那我们有三只角色。哦，欸，有些角色可以直接吃掉欸。有些物品可以直接吃就对了。这种玩法真的是哦，